走了，拜拜。我的半个朋友圈这两天都在外边摘草莓，所以今天我们也要去摘，摘吗？摘草莓。娜娜，我教你这个东西在中文叫什么？鞋拔子。鞋拔子。带北京腔的鞋拔子。鞋拔子。啊，刚才我车前面就看见有一只鸟站在那挡住了我的去路，走近一看才知道是因为马路上边有另外一只鸟的尸体啊，死在了路上，横在了路上，而它呢只是守护着那只鸟的尸体，所以即便有一点危险在马路上边，那只鸟还是不愿意离开。I have a question. So that's why being a bird isn't easy.这个地方我们来过好几次了，名字叫 Crossberry Farm， 各种 berry 都有啊，像蓝莓啊、黑莓啊。现在这个周末的季节最好的是 strawberry， 士多啤梨。停车场基本是满的。嘿，夏天来的太猛烈了。阿伟还好吗？还好哎。1块钱一个篮子，在那个地方买好篮子之后呢，就到那边草莓园去摘，摘完了再回到这边称重，按照你的重量再付钱。很多的草莓满载而归了。你怎么整了一运货的车呀？对呀，他说1块钱。今天是父亲节，我感觉像劳动节。好多人在摘哦，进去摘草莓去。其实摘了一会儿呢，也有窍门。如果遇到这种一大片叶子全都盖住的，说明去找翻的人比较少，然后呢，往往也说明下边有比较大的。这样的个头还不错了，这个就真的很大。天然色素直接给我手染红了。这是我儿子摘的，智商堪忧吗？四磅多哟，娜娜，很多哎。这就是 Crossberry Farm， 它除了 farm 可以采摘之外呢，在里边可以买各种农产品。超市那个小姑娘好漂亮。里边的食物呢，大多都是用 berry 来做成的，草莓呀、蓝莓呀，或者做成酱类啊，或者些农产品啊，都是很美味的样子。现在我们往里走。
天跟连续我们两个家庭约在这儿，加拿大周末的正式活动。那个，你们周末平常都干嘛？看球，看球，还是看球？世界杯吗？我今天巴西队不得了，被踢平了，踢平德国队被干掉了，干掉了。小组赛有点每场都看不懂，没法猜了。这个是蓝莓汁儿啊，味道很好，有蓝莓的味道，又甜的。这边这么热闹是 winery 酒庄，然后这个农场的酒庄呢销售的葡萄酒和各种酒类啊，西人非常喜欢喝酒，所以路过这种酒庄都贼不跑空，一定要在里边排一排啊，买买酒。该你了，是你啊，好意外，该你了，还是你啊，合着他不会掉下巴了。这边还有个玻璃房子哟，哇好热，这里边等等，可以缩到后边去。